大家好，我是李佳玉。这一块呢是台山玉之前已经雕刻好的，今天呢有空就是来做一个抛光，加上今天天气有点比较冷，想血雨的感觉就没有出去了，现在来做这个抛光。首先呢我们先用400目或者是320目的油石，先把表面一些加工痕迹把它擦干净。打磨是一件很费时间的一个工作来的，比较有这个耐心。飞飞飘零来送我